二杠五四星第一次。干什么？你说我能扔过去吗？对啊对啊，是你上菜。对不起。你上菜哦。哎，怎么了？方法就在了，方法就在了。人间惨剧。人间惨。还没煎好啊！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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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！好棒哦，好意思过就是爽，开心。这里是后期糖水，又是分工明确的一关。一个人负责煮米、装盘，然后放到右边的台子上，还要把脏盘子带过来洗掉。中间有空的时候，再把猪肉和鸡腿扔到案板这边。另一个人就负责切肉、煎肉，再把煎好的肉装盘上菜。就这样循环往复就可以啦。